嘉义县警察局地检分局阿里山派出所接到通报，有一名男性登山客疑似小中风，需要救援。经过了解，男子对团一同前往白玉山，暗时带上白云山庄，即处爬完玉山下山的时阵，忽然间感觉头晕，继续惊恐惊会发生意外。厝内底的人看到，随即报案救援。接到报案了后，由阿里山派出所派员前往处理。接到报案了后，阿里山所警员张玉伟还有消防队两名随来组成搜救小组，出发前往搜救。另外，塔塔加小队也有两名队员伫步道的五 K 处待命。另外，白云山庄的管理员也接到通报了后，接触到患者，并且申请直升机支援吊挂。1:58，直升机回报视线无好，无法度吊挂。由家属还有两名管理员陪同落山，交救援人员来会合。分队今日中午接获报案，于玉山步道7:05处一名登山民众疑似中风，随即联系桃园管理站及阿里山派出所，并确认现场状况。本来预计由直升机进行吊挂，但因天后不佳无法执行。经由家属沟通后，由桃园山庄人员搀扶患者下山。本分队人员及阿里山派出所他的家庭等小队已经有人上山接应。就在人员于五 K 处接手，继续搀扶患者下山，但因患者体力不支，改由人力背负。于19:00抵达登山口，交由3和9送医。搜救人员在3:14接触到患者，小坐休困了后，就由救援人员以前后包夹的方式搀扶男子，并且由家属对伫后壁来步行落山。在6:59到达玉山的登山口，由3救护车后送到嘉义市圣玛病院来治疗。最新新闻陈一雄、阿里山乡采访报道。失智症是一种病，不是正常的老化，镜头不来进行退化，甚至会影响正常生活。譬如讲，代志虽讲虽袂记，无头神，情绪无解稳定，个性变甲搞猜忌，物件无去，唔知要安怎找顶顶的镜头。嘉义县失智综合照护模式提供对体检、早期发现、专精去照护单位一连串的服务。三不五时参加社区的活动，会当预防甲减慢生活功能退化，